Hello， 各位同學仔，我是 Miss Melanie。因為 R 老師佢放產假，所以會由我嚟代堂。今日我哋有一個插班生，佢係日本人嚟噶。都唔知道班男人興奮啲咩？照呢個套路，一定係個獨男啦。你哋唔係仲幻想有啲咩靚嘅櫻花妹嚟啊嘛？こんにちは、私は注目も来自 Miko です。仆街，今次真係估你唔到啊！我怀疑是导演私心想拍假妹才咁写。等阵，明明是同一间学校，点解佢就着水手服，显得我套校服好似山区受资助学校校服咁嘅？公平咩 ？Rachel， McDonald 嘅英文点读？吓 ，Miss， 麦当劳本身咪英文咯，你系咪走火入魔啊？吓，等阵。哦，我明啦，又想用呢招。Miss， 我知道。McDonald 錯 ，McDonald 英文咪 McDonald 咯，我已經提埋你啦。你上次同太仔上堂已經乜嘢都讀錯曬噶啦，我而家讀埋俾你聽，你都讀錯。係，我唔啱，我有偏見，唔一定個個日本人嘅英文都咁差嘅。Miss， 俾多次機會我。星巴克嘅英文係乜嘢 ？Starbucks 錯。超夢夢乃至，你講一次俾 Rachel 同我聽。Starbucks 嚇 ，Miss， 我好亂啊！阿 Rachel 同學啊，你上堂成日唔聽書，你以為青春真係有快門噶？青春過咗就冇噶啦。謝老潘，自從佢入咗嚟之後，唔單止係語言上令我混亂，連呢段片嘅 BGM 都俾佢搞到好混亂啊！唔知點解，自從有佢出現嘅地方，就一定會出現一首日系嘅 BGM。いまだにあなた行かない不足目忘れたものを取りに帰るように行かないせい喂喂喂停停停停停停啊公平咩哎呀夢ならばどれほど良かったでしょう大丈夫你有冇事啊？好嚴重啊！你要唔要幫手啊？日本呢樣係勁啲，應該信得過。啊呢個嘅呢？龍角散係勁，但係灑傷口應該冇用嘅喎。呢班男人真系俾假妹冲昏咗头脑啊！但系最过分嘅系，哇！做咩事啊？水浸啊！哎呀哎呀 ，Miko， 我实在 Miko。好心你班男仔就唔好睇 A V 睇上脑啦，人哋好心帮你咋，但系之后系唔会发生任何事噶。到底我哋班仲有几多奇奇怪怪嘅事啊？究竟呢单凶杀案有咩线索？嗰边，嗰边有咩啊？咦，有张相嘅，叫我望嗰边，唔通嗰边系小猪？唔通线索喺小猪身上？等我檢查一下先，唔係，喺我後面咩話？係連你？哎呀！新年快樂！本年曆同埋蛋糕都係送俾你噶。而家本年曆喺 Manor Store 有得賣啦，大家快啲去買啦，順便買埋我個咖啡包啊！你搞咁大閒嘢，就為咗送呢個年曆俾我啊！我出噶呢個年曆，唔使你哋送啦，我自己識買噶。幾點啊？依家唔使做啊！個蛋糕攞嚟劏咗佢啊！做嘢啊嘛，要做嘢俾啲幹勁啊嘛，年輕人。